早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烟波大饭店的早餐，大家看一下，挑食的我居然也能够点这么多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今天点了呢，就是因为我点这个是稀饭，白稀饭，所以有很多配菜，最重要当然是鸭嗓，这是我的最爱。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这个是猪肉片。然后木耳也是我爱吃的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蛋酥花生，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最重要就是，当然还是要一杯豆浆。那等一下呢，吃完之后我们再来喝咖啡，我们就开吃喽。我们昨天呢就是住在这个烟波大饭店，那我觉得呢它的床稍微有点太软，但是因为昨天太累，所以还是睡得非常熟。那最重要就是说它今天早上的早餐让我非常的惊艳，因为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挑食的人，但是它今天的早餐呢居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，让我觉得说蛮值得的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呢要带大家呢去测试一下我们的皮卡，我们要去五老坑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要去五老坑。对，我们要去训练一下我们的皮卡，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测试啦。我是不是测试啊？就是说我们要怎样测试？测试。对，我们要测试一下我们的皮卡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就像很多人介绍这样这么棒。所以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吧，走吧。手在晃啊晃，真的超摇晃的，所以说我会晕车的人请勿尝试。然后那个路哇不颠簸，就是这种像那种石头路有没有，然后它又有点坑坑洞洞的。切四轮传动，切了。这是会比较稳还是怎样？会抓地力更好。可是这里
种路，你看。烂才好啊！你可以看旁边那个风景，其实不错。这样好晃。哎呦！还去撞窗户。也真的是，太烂的路了。人家助理他一直要挑战这台车的极限。哇，你想干嘛？你觉得我想干嘛？你想要涉水过去？对。这里呢，就是五老坑林道。这边就是大家说的，可以来测试一下皮卡它的一个功能。刚刚那个角度不太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在五老坑林道，
所以大家呢有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？那我呢就是要带着大家呢，在皮卡呢，我就是坐在我们的后斗上面，然后欣赏这么漂亮的山景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欣赏河流，是不是？这叫河流吗？溪流，溪流、啊，好享受哦，超棒的。我们这一次的皮卡小越野挑战成功！哇，那个水好冰哦，好舒服哦，哇，超舒服的。可是好可惜哦，我好想要，如果夏天的话，应该蛮适合穿着比基尼在这边玩水。下一次喽。活着还好而已。对啊，这等于算是我们第一次测试一下我们的皮卡它的一个功能，对不对？对。下一次再带大家去不一样的地方，大家要期待哦！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最后通知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罗东的益顺轩。那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因为我们家女儿呢，她说因为这一次我们来到宜兰没有带她来，所以呢她就开了一个那个叫做伴手礼清单，所以叫我们一定要来帮她带她想要吃的很多很多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只好呢进去大采购，走吧。东西要买，是我们今天只有买到这个奶冻卷，而且是提拉米斯口味的，所以等一下还有好多地方要去了，走吧。我们看到这一台小居米，居米很可爱，只是品居米。它的那个，它把那个颜色，哎，所以这一款我怎么好像没看过？而且它的那个感觉很，它是新的，对，而且这台车可爱。据说还要排单等车子，真的？这很贵吗？贵，这很贵。嗯，好可爱哦。这是我的新情人，有没有看到忧郁小生小鲜肉？但是眼睛有点小啊，真的吗？所以叫小鲜肉。嗯，我们现在呢，终于来到了这个吉米公园。那来到宜兰这么多次呢？从来都没有来过这边，所以今天是第一次。那我终于看到吉米小火车本人了，哇，真的好可爱哦！这个吉米小火车呢，每逢台风天的时候呢，它就非得要，就是把它拆下来。所以每次台风过后呢，又再把它装上去，所以呢，光是这样子拆卸，好像就要很高的花费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要人力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趁着非假日，而且没有什么人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都没什么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吉米小火车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这边是罗东嘛，
不是，我们在宜兰吃。啊，在宜兰吃。我这边在宜兰，哦对，这边在宜兰的这个高连灯，那我们就是要来买我们家女儿呢，她交代的伴手礼有什么呢？有鸭嗓、牛舌饼，还有什么？欸、那叫什么？没有，好像就这两样吧。没有啦，还有一个东西啦。还有一个东西吗？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蔓越莓什么的、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吧，那就看一下。开了一大堆啦。好好好。好，那就先看吧。现在就是要买他想要的东西，走吧。买到整箱的，对。放两包就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就采买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要准备回台中了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接收通知哦。